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讲因两位瓦犁时在主过的生活是甚物款？啊，猎杀咯，瓦犁时是怪生产是就去食。瓦犁时，圣经讲，迄、那个在主穿紫色的袍，穿差真高贵，食穿用真好势。但是伊的门口到有一个乞食，讲是猎杀咯，无通食，规身躯拢是猎肉、脑汤，互人客伫门口，毋望财主食出咧会当听互伊食。佫有狗来饲伊身躯的暖汤，啊，这是一个活地时的对照的生活。后来两位拢死了，啊，咱顶次咱是差不多一中伫遮，然后今仔日要对二十、三十几个遮讲伫阴间的情况。咱两位死了后，阴间即个讲是早前活地时生活真好过的财主，煞伫阴间。伊伫阴间真艰苦，低头看，看着天，看着伊个祖阿伯个汉坐伫遐，然后远远看，讲迄个早前坐伫伊个门口到伫个甲伊讨食迄个乞食，竟然伫阿伯个汉个怀中，伫天堂上帝国度伫遐个享受，然后伊伫阴府个。所在伫啊，伫咧受悔道，灵魂真艰苦。因为伫即个遮，毋茫今仔日即段，常常伫讲，到底人死就结束啊吗？真侪人讲死就煞，我甲你讲，因为兄弟啊，死也袂煞，毋通讲一死百了，也袂。你死了后，是上帝要亲近你，甲伊算数，甲我算数的事。所以今仔日这个信仰的功课，咱三个来想。轮到死，人问孔子讲：“孔子讲，讲啥？未知生焉知死。”对活人咧活这个人生，都充满未知、不知，无法度通预测。人是活伫一个不可控的、不可预测。明仔载到发生啥物代志，你今仔日拢唔知。活地时的代志，你都唔知，要安怎去知影死后的代志？所以我甲你讲，死后的功课，真少人会讲。因为经验着死的人拢无倒转来嘛，啊，你我即个遮个、伫遮个拢无人有经验，所以拢无人有经验死，就无人敢讲死，嘛无人发大通讲死。我怕是两千年前耶稣伫即个遮，伊因讲有一个财主，名咱毋知，但是一个乞食的名。咱知叫做什么名？耶稣。因为耶稣的讲这个是讲上帝讲，所以我用一段时间甲咱三个来研究什么是上帝讲。耶稣用这个一直咧讲上帝讲，亲像啥？迄个财主的名不知，因为每一个世代拢有真多有钱人。因为注意一项，阿比拉罕是有钱人，大卫是有钱人，圣经绝对无讲到有钱人，有钱实在是真好。所以圣经的前辈有甲咱讲，你着尽你所的去赚钱，你着尽你所的去欠钱，你着尽你所的去开钱，开你需要的方面。即马你要安怎样
用你的才情去拍，然后去做水的分配。在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就是你的信用的表达。啊，这个家有几项事，是咱传统唔敢讲，那是一个禁忌。不过一只，我要讲，咱的，我一直甲咱这水利班的人讲，人人问你讲你信什么教，我无唔望你讲你信基督教，因为耶稣基督无创设一个教。我唔望你讲我是一个信上帝的人，我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。无任何一个宗教会救人，颠倒哪一个强化宗教的人，那败德性，因为伊干那个学宗教的教义教规，在上帝国度内面无迄个犯罪，无迄个限制。所以，咱是一个信上帝的人，耶稣带咱来把这个天父做咱的，那这个上帝做咱的天父。啊！你若要吃做基督徒，你啊大声出世入我，咱是大声伫咧处理死的代志。你死了后，然后你才有法通进入一个新生命。但是一般人间真惊公死，基督徒是对公死开始，这是咱甲这个世间有分别的所在。叫三句话，我慢慢到恁来。你每日拢在行往死亡，这句话是真的。因为你每一日拢在咧行往死亡，这句话是真还是假？咱到底讲的好唔好？每日拢在行往死亡，这句话是真的。第二句讲。假使性命若未死，才是真正的救主。这句话嘛是真的。你要坚定无？性命若未死，到底是好啊歹？所以啊，会老未死，那是无干的代志。所以第二句话讲，假使性命若未死，才是真正的救主。这句话是真的。他是性命为死，这是真救主，这句话是真。第三句讲，死不是结束，是新生命的开始，这句话是真。来，咱来讲一下，来，死不是结束，是新生命的开始，这句话是真。所以你逐日甲我，咱逐日拢在行死哦。咱日日咧行，所以有一日你若面对死的时，即跟我咧讲，你嘛是咧讲我家己啦。我咧自白我，有一日我若面对迄个时间，唔通互人笑讲，哎呦，阮这王牧师家己无本事，现在做牧师过遐惊死哦。我伫阮家咧讲话时，有一个眼科医生夫妇。伊的亲人是做牧师，伊的爸爸是新竹上要紧的长老，但是伊的爸爸死的过程，迄、那个恐慌，迄、那个不确实，对因的规个家族是伤害。所以伊的妈妈后来去伫澳洲临终的过程，妈妈把他恐慌起来，因为伊的先生要死迄个过程。这个教会的医生，伊对娶某了后，因某唔知，伊唔捌甲伊去教会，因为这个青年自从娶某了后，他以后医疗就拢无去教会里去教会，那就移民去到国外，伊在台湾两个阿婆拢做眼科医生，去到国外两个人搁对头开始搞钱，两个人搁拢是眼科医生，有百姓伫遐参加查经班，参加到尾后，两个人拢搁伫教会。啊，先生，搁做长老，我伫遐十几年的讲道，因对卡细坐迄个，甲上古早的，因为逐摆把我那拢录音，
我讲，我伫遐就来讲，有一日我若离开这间教会，我要伫规行里面第一周报，周报。伊个伫温哥华个教会周报，比这搁较大份。下个礼拜，家己拍字，家己订，家己创，拢家己来。我要伫这座周报，然后我要伫我工作个录音带。这对阿妈某两个拢是医生，用几万年个时间，家己甲设计迄个。传化做 MP3， 你知用偌多心血？咱问题来了，伊个妈妈伫澳洲要过身，规个家族穷苦，唔知要安怎。所以要上飞机，明仔载要上飞机，转去澳洲的时，阿公无适应，我有这个困扰，啊，唔知要安怎面对。我讲无要紧，我录一个音，我。亲身我甲妈妈用甲伊讲话的方式，我要对伊讲话，所以我就甲录一个录音带，请你转去澳洲的时，从这个放互妈妈听，然后伊妈妈临终的过程，拢一直听这个，规个心切落去，静落去，然后好好面对。伊转来真感谢，因太太伫遐非常感动，就伫遐真参与伊教会。因为你我咱要安怎面对？每一个人拢无法度通度向迄个死亡的时刻。我甲你讲，迄个是人生一个足大的功课，你唔通避免，你唔通度向去。因为你着知影，你敢面对，搁看死无惊，你才会当好好活。即基督徒的信仰叫做出世入活。唔惊死，你才知影好好安怎活。所以我望这三句话，即个只因为即个故事，咱顶厝已经讲，所以我会真紧就过。我叫一个财主，我早前有一个财主，逐日穿着花丽衫，过着奢侈艳落的生活，相识伫个门仔口有一个乞食，伫个甲煲饭食。名叫做叶三路，规身躯生疮，常常带到财主的家，毋茫会当捡一挂财主桌顶落落来面来充饥，连狗也来饲伊的疮。后来这个宋永南死了，才有一人天赛。人死了后，有可能你有迄个福气，我像遮你有听到真多。你的先辈过身的时候，有影天使来带伊，各位会记得，这是耶稣两千年前伫咧讲上帝国亲像啥？所以耶稣大声互咱知，有一日你我咱若死的时候，有可能你会拄到一个情况是天使来带你。这个只，从伊耶稣都死了，天使甲带，带到阿伯拉罕的身边。在水也死了，请问你家有天使来甲抓无？无，真好惊。可能伊的重心真轻盈，轻盈的重心的背后，并无代表这个人，伊是一个好命人。轻盈的重心的背后，并无表示这个人伊死了。伊的灵魂的性命伫上帝目睭中有路用，所以无必然就伫众生的中间创造万千呀。然后把遐个钱省下来，无当时咱加甲遮个需要的人食几顿饭。由于人死了后，到底人死了后，迄、那个身躯的状况是甚物款？人死了后，不管你有信主无信主，即摆七月搁到，七月搁到，由于七月到，大家人真惊，惊甚物？哈？惊乌蝇鼻啊，对无？
你奇怪咧，敢若惊哥兄弟尔，啊无惊哥姊妹吼？哥姊妹毋知拢走遐多个哦？啊？啊是，我个是真侪所在附近人袂当入去，连死了后，附近人伫地府嘛无身份的，犯过地府的犯。由于迄拢是古早伫一个男女无平等的，完全无把女性看在眼内的一个遗迹啦。啊，伫七月到了，大家人是真惊。所以电视媒体会足济，拢感觉伫咧，互你惊，讲看到啥，看到啥，啊，迄拢伫咧讲着鬼怪。即世间有真济人，未毋捌上帝人，拢带鬼即爿遮去，所以拢真惊鬼。因为伊个心内是即款个嘛，真济人虽然是基督徒，甚至几若代，然后伊个久无咧做礼拜。伊嘛开始会三心惊鬼的状况，因为心内已经无上帝，无上帝的人的心就慢慢被世俗占领去，所以嘛开始相信一般人所相信。不过你我咱做上帝惊伊，毋通忘记。你我咱做上帝惊，就咱知影咱的灵魂死了，才做上帝国的主人。那是咧，咱的灵魂是咧较主动在。即款问题是要安怎样去甲主动在？啊，摆这是伫个别时个时，牧师常常爱讲个信息，但是毋是咱逐个人拢有机会，逐摆教会若有个别时，你拢会来。所以直接我讲一摆，咱咧讲人死了后，碎碎地，有一日你我咱个肉体已经活到通个健康活落去，袂当正常活落去，甚至。变作真拖累，真拖累，真艰苦。上帝予咱一个足大个机会，到文殿讲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你就到遮，即个肉体到遮嘛。然后开一个灯，早前讲甲咱分一个开，伊到开，伊佫甲咱收转去。你着停止呼吸，脑停止运动，大脑拢停止。然后你迄、那个。存在，你的存生命存在开始变形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才在讲起人的生命对遐开始变形。来，咱这三十个圣经，咱到底用华语读一下好不？来，我们已经有了主，他赞美主的神的形象，将来也会有从那从天上来的神的形象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说的是，血肉造成的身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，那位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你们要注意这一件奥秘的事，最后的号角响的时候都要改变。这个教会的讲究，人的寺庙两个状态的存在阶段，一个是朽。尘土的人的形象，咱这句大条的身躯是属土的形象，但将来有一日会属天灵的形象。迄、那个死了后，土的就留下来，变作灵魂的存在。这个叫做一个改变，生命状态的改变。所以，你我咱拢爱经历，这个死的过程是生命的转型。所以安尼来讲，亲爱兄弟，死就煞了吗？有无？生命死，生命无煞。所以那安尼，咱后壁要安怎样看见迄个死了后的生命？然后迄个死了后的生命的状态，甲你今仔日安怎样活，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咱知影这项了后，咱倒转来是要讲，我着怎样温存来活今仔日？我着怎样用心来经营我即句也搁在活的时，唔当浪费。来，咱来读这段啊，
六加十九了三十加以后，预备来，财主在民间供职下，他抬头瞧见老爸在遥远的地方，又看见拉萨路在他身边，就呼叫说：“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！请打发他出入，用指尖沾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吧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。”这个叫你讲到生前的富家人，甲死后的富家人，生前住伫真水咱个王宫的厝，家境也是遐尼多，遐尼水，无人羡慕。是了，讲伫阴间火炉的所在，互火烧真脆大。然后看到这个乞食叶善罗，伊心无力伫阿比拉罕的怀抱中，讲拜托了阿比拉罕，我来做啊，拜托你切叶善罗，用伊的砖头啊，用伊的砖头啊，捂嘴，地方无下一个，我足脆大。迄、那个旧土旧要淡薄仔水的精神，怎样经营？那敢若早前挖地时，叶山路伫伊的门下口，看伊食甲是二百八，他妈点他妈在流汗，有哪会他妈呢？但是了有啊，唔知话，因为迄个对照，迄、那个对照。即阿比拉罕开始讲话，伫即、这个即耶稣的譬喻的中间，阿比拉罕开始讲话。总是阿比拉罕讲听，你会记得你生前享受一切的福气，但是叶撒罗从来唔捌过一个好日子。现在伊只伫咧享受安慰，伊反正伫遐一个受痛苦，因为。你这个在这里会看到今生以及来世，比心这一年的讲前世，然后过来讲啥？今生，伊咧讲到拜拜的人，无信上帝的人，伊咧讲你今仔日好加善，是因为你前世人所栽种，那是。因今仔日是果，所以今仔日做乞食，是因为你前世人贫惰；今仔日真好业，是因为你前世人无积德。外邦人伫咧讲着前世甲今生，伊都无一个讲今生甲来世，因为伫这个家，这是一个真大诶无修行所在。你诶来世怎样，甲你诶今仔日活有关系？咱不是在讲轮回，咱是在讲生命。对这个肉体结束的时候，后边还有一个灵魂的生命。灵魂的生命的状态，甲你今仔日肉体的生活怎样过日子？你的生命的价值，你活出什么款的价值甲意义？你的一生结出什么款的规矩，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，咱今仔日是用活着这世人伫咧经营咱的来世，伫咧经营。啊！伫这个只，佫咧讲着，咱民间宗教的人，伫咧讲只是人死了后，伊个迄个死去的魂会来吃滴，即卖人话，会啊话，你若有甲种好，有甲拜过，伊会来甲你找你麻烦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个只耶稣的譬喻里面，我相信耶稣的话。迄、那个已经死去的灵魂，甲咱怎伫只隔离了？怎伫只隔离了？所以在主的求，阿弥陀佛讲，是恁甲我的中间有深渊，人要对这边到恁那边去，无可能；要对恁那边来到我这边，有可能啊？无可能？无可能。所以。这个世界怎在这隔离？所以你免烦恼讲啊，阮祖公过来找我麻烦。啊，万免烦恼讲啊，
我即摆信耶稣啊，啊，遐祖先拢有拜过安怎？迄拢遐毋捌上帝的人，无读这段圣经的人，伊会惊。伊已经读到耶稣的信，耶稣的话了后，伊就讲，迄个是一个。所以，即世间有遐的物，有遐的物伫咧作弄，迄是魔鬼伫咧作弄。魔鬼接着人，将伊伫咧牵暗仪，你知无？牵暗仪啊！啊，无人阮。迄、那个过来去，阮阿嬷死的时候，我一寡代志交代无清吼，啊，要来去甲，对无？冤阿姨啊，迄地府甲砍起来啊！你捌听到这个无？好、哦，我著讲因阿嬷的声啊，好、哦，我搁知影因家族的啥物代志啊，拢知影。我甲你讲，100%，迄是鬼出现，鬼知影人的代志无？拢知，鬼逐项拢知，看袂到的拢比看会到的较有灵、较有声、较有力。所以各位唔通无相信鬼的代志，有鬼。基督徒海伫七月，咱拢唔惊鬼。所以不管你有洗礼无洗礼，我要甲你讲，我今日要甲你讲啥？因为你有来到伫教会，你有听到遮个道理，你心内已经有上帝的证据。七月到，人伫咧普渡，人伫咧创啥，你拢毋免惊，因为你的心内有上帝的心伫遐，毋是恁比鬼较厉害，是内面的上帝比鬼较厉害，所以鬼毋是惊咱，是惊咱白啦，惊咱白，所以基督徒咱的岁岁伫遮，因为。这个这是一个，咱探今仔日，咱伫咧了解讲上帝国度，伫遐有这个一部分。啊，迄个国度是依我咱的灵魂将来要去的所在。伊佫讲，迄个财主佫讲，祖公啊，唔是啦，既然安尼哦，求你找垃圾路到阮老爸遐去，我也佫有五个兄弟，去甲伊警告，免得因将来。因即摆无好好啊活，因即摆无好好啊疼人，因即摆无好好啊去教会服侍，无好好去社区服务，甲我同款，伊真甲活伫家己个超花院内面，去甲伊警告，互伊将来毋通来到我遮。阿伯来安讲啥？来咱斗阵讲，你的兄弟有摩西和先知们去警告他们，让你的兄弟去听他们吧。安尼意思是？人活的时，你有足多机会去到伫会堂，你有足多机会去到伫教会，你有足多机会听到牧师传道，听到真侪人讲经互你听，听道理又互你明。但是活的时，大家人拢活伫家己，凊彩活，无甲这项代志，无甲追求信用。甲上帝连接，当作一回事，所以唔免，大家人的机会平等，因为唔通袂记得食。咱有偌济人拢惊，入来到伫遮怎搁出去？入来到伫遮怎搁出去？伫遮这份圣经报咱足济，今世咱着安怎过日子？来世时，你的性命的状态。但是咱真高兴，真侪人从阿里行出去，这边到那边。再次搁讲，做阿弥陀佛啊，唔是啦。那有人对死搁活，到因遐去哦，因就会啦，因就会悔改啦。那有人死搁活，因为咱到即摆有一个人死搁活，有来甲咱讲无有无？耶稣死搁活来甲咱讲，请问耶稣死搁活来甲咱讲啊？到大家人拢欢喜，一世人坚持，一代搁一代坚持，受这个药有无？无啦，无啦。会乖就是会乖，爱掠应的就是会掠应。真侪人讲我是铁皮组的，用铁皮组做骄傲。我跟你讲，放软，大家人拢放软。
这是咱真正伫上帝面前，咱就第一来听，然后第一来听。因为死后的生命，这个像耶稣在讲，恁的心内唔免拜拜，唔免烦恼，恁就信上帝，也就信我，唔通袂记得耶稣。因为我无五万米伫咧传福音的时，敢若叫人讲来来信耶稣。我著看到真侪，就拢伫咧在敢若咧传耶稣，甲上帝等咧边啊。我唔敢。耶稣讲，你著信上帝，也著信我。伫我的病家有侪侪所在，我去要为着恁避难。耶稣是替咱一个避难所在，耶稣是把咱带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去一个。咱信仰的对象，也阁是阿伯拉罕、古兰在迄个天父、迄个上帝、迄个做创造天地万物迄个上帝。耶稣是咱的门，耶稣是咱的路，耶稣是咱的救主，全把咱带到伫这个天父上帝面前去。伊是迄个赎罪羊羔。如其咱的罪，咱若直直真侪人伫咧传，敢咱咧传耶稣的时，会变做一个现象，甲拜妈祖全变做拜耶稣，全变做安尼。耶稣讲，伊去要为着咱避难所在，避难好势伊来传咱。所以有人伫过往的时看到的是天神，有人伫过往的时看到的是讲，迄个穿第三朵花的耶稣。所以只要我若避难好，我过来传你去。所以会记得，咱你若好好啊，伫这世间活，有一日伫天顶，还有一间你的厝，你唔免伫这世间出偌济钱去买，迄间厝唔免用心来买，迄间厝是用你的信心，用你的贴心，用你的服务，用你的谦卑。用你的真罪，然后上帝会了用你陪伴。这个会毁坏的，到尾毁坏了，变作未毁坏的。圣经讲死亡就灭掉，只要一个圣义，基督无奈靠耶稣基督名，咱就得着圣。然后靠耶稣基督名，咱转去到伫上帝的国度。所以这个只，伊甲咱讲正十五章。对你的建树十五章五十八节，咱到底来读一个未来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站稳，不可动摇，要不辞劳苦地为主工作，因为你们知道，为主工作绝不会是徒然的。会记得，咱即马现在为主做工，现在疼人服务人，现在甲需要的人拍电话来关心、来祝福，其实拢是咧经营。所以伫这个只，我想咱拢有一摆会死，咱死了灵魂会离开你的身躯，死了迄个灵魂可能，那照真侪人一寡人因的描述，死了的灵魂会哪敢若看会到一个光，然后你着对迄个光照，做基督徒你着对迄个光照，然后迄个生命，伊会入去到伫天堂的所在。会甲你的祖先，真有信仰的祖先，伫遐搁三见面，然后甲上帝三甲伫遐，迄是一个水无比的所在，去就无搁倒转来啦。啊，基督徒，咱面对死的时，咱毋是亲像一个被放逐、惊吓无望的人，咱毋是用痛苦绝望离开这个世间。基督徒，咱是要甲迄个国外的主，伫伊的恩差下面，咱要进发进入进入，倒来到伫天顶的家满足，甲上帝三甲同齐坐，伫遐甲伊三甲斗阵。所以信主的人，伫这个人生的中间，只要你大行尽力，你心内有平安，你常常过迄个得胜的生活，然后咱要用荣耀。反方来讲，死是救助，人来讲，无影。死是救助还是福气？死是真正是福气是稳定，但是你会惊死无？会啊，我嘛会，我嘛无爱死。啊，即摆讲上帝讲，哎，知个？
翻过来，等我转来。哎，我慢下先啦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我少年囝细啊，唔系啦。但是嘛，时间当时唔知影，咱拢爱存着心。死不一定是咒诅，原来是一个稳定的心境。死是一个过程吗？唔是，是暂时离开，有一个咱要伫遐三去。所以基督徒，我是真欢喜，伫耶稣我有看到一寡遮个。所以医生呢，真袂用啊，会知影朋友伫遐咧，伫中医，真侪医生到半夜也搁伫遐咧甲伊探望，哎呀，死了。徛广播电台，哦，过来将伊个粉丝都带来到伫教会，哎呦，啊，伫咧开这个亲密，啊，伫遐搁亲密一群人，李信正伫遐伫咧探讨听家庭个听，父母个听，伫下骹搁有一挂人，他们教出一路要将信仰伫家流传落去。有偌侪人用伊个运动，用伊个，咱要伫咧吸引人，就是伫咱个教会，从过遐年老个人，甲伊个家庭亲，迄、那个亲情建立。咱一群人就到拜山路去到伫迄个养老院伫遐，伫咧甲伊做伴。诶，我看到咱教会有真侪人，我万国团结，即摆我拢有一挂关怀组个团结人，每一个团结拢有关怀人，有关怀干部，好好来做正。即个身边，咱有真侪人，咱需要关心。咱来看到即个财主甲垃圾路，咱就知影讲，哎，话题是咱真正爱加做一挂代志。愿上帝的神在咱的中间，真正予咱会当，当这个世间旧的已经过去，咱迄个新的来临的时，里遐有一个新，搁较水的家乡为着咱准备，那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，咱当心来记得。我要感谢天父上帝，在耶稣基督的厅内面，伊将天顶的事报万载。伊伫上帝身边，伊对天顶来，伊知影天顶的事。那今仔日，互阮知影讲，有一日，阮死后灵魂的世界是甚物？通过财主甲垃圾的互动，阮感谢上帝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伫这世间，阮就已经捌这个道理，然后阮会当警醒家己。阮知影现在的我，就是伫咧经营未来灵魂的使命。那阮恳求你，无阮真正逐日伫咧最好的投资，投资伫上帝国度，投资伫听甲对人的服务，感恩祈祷，靠主圣名，阿门。